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新台湾精神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增加这个别名，也让所有台北市民记得啊，李阳、汪麒麟他们为国家、为台湾啊，在奥运赛场上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神啊。所以，更何况我一开始就一再强调，我们不改路名，而是增加别名的方式。所以，委员的批评啊，我认为是逻辑死亡的啊。那另一方面，赖清德总统在台南市担任市长的时候，也为了纪念八田雨衣，将嘉南国小周边的道路改名为八田路，我们也不会批评。但是我想委员的指教，不应该双标，也不应该绿能你不能。